今天给大家处理一下金枪鱼，这是金枪鱼背部一个部位，我们直接上方朝它经过这个位置，一刀拉过去，直接割到它的鱼皮位置。这样子哦，把上半刀移下来，现在我们把它的鱼皮取下，从这边丢进去，大拇指顶住鱼皮，这是它的一块鱼皮了。现在我们把它身上的筋取下，筋的话直接吃的话会影响口感，会嚼不动，所以说我们要把它这块筋取下来。我们都是用来做烤串的，通过烤串，像这一块上面有血块，还有白色的这些筋粘在上面，我们要把它洗干净。像这一段的话，我们可以直接把背棒拆掉。像这一段的话，我们可以做一些手握之类的。像这一段的话，我们切成条做刺身。然后金枪鱼的一个分割大致就是这样子。作品每天更新，喜欢的老铁，欢迎关注。